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Line It 拾荒少女的故事中，我是某 A。 上次 EP 是到在深夜听到一个哀鸣，想必是谁被袭击了吧，不过我大致能猜到是那手上拿着什么果实的情报商吧，毕竟他说了他要出去调查什么的。不多说了，那么我继续玩吧。情报商果然不在房间了，那一定是你出事了，再去看看哥哥呢。果然哥哥也不见了，那么事情是怎么回事，大致也能猜到了。那他们会在哪儿呢？在不在镇子外面呢？好像不在。已经起来了啊，好困。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吗？你的话应该没事吧，不过还是小心点。刚刚听到好大声音，你们这样出门没问题吗？从他们那儿没问出什么有用信息，再去哥哥家找找呢。厨房门还是锁着的，妹妹的门也是锁着的，那去哪儿找他们呢？上面怎么多了个通道？去看看吧。不行，已经死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个，这人脖子上有伤口。真的，什么？被什么咬过的痕迹？该怎么办呢？去找羽毛的情报商吧。找他做什么呢？让他去联系下那些家伙吧。所以我不想见他们。处理这种事，毕竟是那些家伙的工作。死了个萌妹子，伤心。哥哥家居然锁住了，看来你们已经非常可疑了。情报商留下了他的果实，人却发生什么了？死人了，看上去是被杀的。什么？被杀的是戴帽子的情报商，我想要联系下那些家伙，所以想借用下电话。那个，我来联系他们吧。他们最早明天早上才能来，所以你们先回家睡觉吧，记得把门锁住。你明白这事态该怎么处理最好，但不会是后悔找我要钱吧？你真是失礼，我只是不想把重要的工作用品借给你而已。这电话里的个人信息被你偷偷的带走了，那不是就麻烦了？你这么不信任我啊？那人怎么办呢？那些家伙来之前只能把他留在那儿了。妈，要是真的是被杀的话，我们不要轻举妄动不是更好吗？我们什么都不做吗？没办法，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。专家？话说回来，那个戴帽子的竟被杀了，他不是非常强的吗？可能是被可疑的家伙从背后来了一个致命一击吧。是背后来一下吗？
初次见面时就。情报还是太少了，明天再去收集下吧。对了，还有，不经意看到了他脖子有被什么咬过的痕迹。那这个镇子真的和吸血鬼传说有关吗？那个传说也许是真的，但还有一些奇怪的地方。嗯，真是麻烦。明天再慢慢想吧。是吧？那么，明天见。小心点哟。这样的啊，又有一人又。情报商和欺诈师都对这个不知什么时候会死的地方感兴趣。真是的，到底怎么了？能睡着吧？我不知道。如果怎么也睡不着的话，来我这儿睡也可以的。还没有这么沮丧吧？那么晚安，晚安。戴帽子的情报商刚刚变得不能动了。我们刚刚还聊了天的，现在就。今天能睡着吗？也许无法入眠了吧。好疼。终于醒了，该出门了，快准备准备。好困。还要来一发吗？我醒了，早上好。诺西，我们走吧。好久不见了。啊嘛，还算是预料到了。发生这种事的地方总是有你的。这孩子是。喂，我先说明，这可不是我的孩子。队长，我这边已经处理完。哟。又是你这家伙，这次来事件的犯人可不会是你吧？而且这牌子不是龙吗？不只是诈骗，现在连绑架都开始做了吗？龙？这家伙是从蛋孵化出的，但在我的床下突然他就出现了。还有，你说我诈骗，你拿出证据来吗？你不会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叫我欺诈师的吧？冷静点，布雷特。但是，遵命。嗯，这孩子的确是龙。不是同样是龙，一下就能明白的吗？失礼的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，小姑娘。我叫尼尔，梅斯菲尔德，警旗队的队长，这是副队长布雷特。然后，我们和你一样都是龙。我之外的龙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。嘿嘿，我是伊菲娜，叫我伊菲。我们还是一些事要处理，那么我们就先行告退了。在抓到犯人之前，我们一直留在这里，如果遇到了什么，可以找我们的。队长，虽不能完全确定，但他们也是我们该保护的对象。谢谢。那么我们就。他们也是龙吗？你和那些家伙见面还是第一次吧？嘛，还是尽量避免某种程度的接触吧。
关于龙的话，那些家伙应该比较清楚。是这样的啊。去收集情报了，你还是想去玩就去玩吧。好的，还是老样子，别走远了。知道了。首先先去那家伙的地方吧。先去哥哥那儿吧。好像有人被袭击了。明明已经那样警告了深夜不要外出的。同样的话，难道现在不是找哥哥吗？哥哥房间没什么特别的东西，问问妹妹呢？妹妹不理我，那么该去找谁呢？对了，厨房的门开没有呢？看来还是锁着的。问问这些工作人员吧，不理我们。团长他们倒是好，能飞到这里，但我们不是龙，到这里真是苦了我们了。拖拖拖，这里有狼出现啊！我不知道动物他们是怎么想的，要是和他们对战不是很难吗？团长真是悠闲，基本就是下命令，从来没看到他战斗过。真是神秘的人啊，不对，是龙。这里什么都没有，虽不是来玩的，但大多数是团长和副团长都做了。没什么大问题的话，我们今天就能撤退了吧。怎么都叫团长呢？不是队长吗？另外，感觉团长和团员们的关系不是很好的样子。啊，你好。被害人的血好像都被抽干了。脖子上的痕迹是什么动物的锋利牙齿留下的？终于听到稍有用的情报了。早安，欺诈师，在这里叫我李昂，然后有什么新的情报吗？这个吗？说说昨天调查整理的东西吧。是个以前的故事，某个小镇里住着一个吸血鬼家族。他们虽性情和蔼，但镇上经常会发生居民失踪事件。但是有一天，在他们的住所找到了那些失踪居民。并且那些居民的血已经被吸干。那镇子就是这里吗？不是，是其他镇子。这之后，他们一族作为可怕吸血鬼被处死。但是那时好像有一人偷偷逃出了那镇子，躲过了处刑。然后那人好像就来到这镇子，在这里和一个普通的人类结婚了。之后随他们吸血鬼的是血性越来越淡薄了。几十年后的某一天，镇子的居民又被袭击了。这之后呢？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了，之后的记录到处都没找到了。那一页完全被撕破了。对了，记录这些事的人还是日记，
上面写着一个叫杰尔·里古菲亚的名字。这是真的吗？那么和我调查的是一模一样。总之，和这情报相关的并最了解此事的就是那对兄妹了。是啊，先去看看吧。等等等等等等，还有什么吗？提供情报的费用呢？你说的都是我已经知道的情报了。你在说什么？这种事你是先说啊。给。这是什么？红茶的饼干。这个一看就知道了。我的意思是给我这个干什么？哎呀，作为情报商的你不会不知道这饼干是什么饼干吧？什么？还真这样啊，居然还真有不知道这饼干的情报商。我知道这饼干，我知道的是牛奶红茶镇的。是的，两个月只能做出一块的。是的是的是的，就是这饼干。是的，我都知道的。那么这饼干的价值你也知道吧？作为报酬我收下了。可怜的妹子完全背靠了啊。嗯嗯，有什么新的情报的话到时就拜托了。嗯，好的。你家的小姐，我觉得稍稍再从基本的知识点上再教育一下比较好吧。妈，小姐她脑袋虽稍稍有点不好使，这个我非常清楚。不过保持这样看上去也比较有趣。如果能领到我工作量对应的钱的话，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。这家伙性格还不错。原来猫老师和妹子是雇佣关系。吸血鬼的传说是真的话，最可疑的就是那对兄妹了。这样只能直接问他们了，但会不会说实话就不知道了。这饼干还是蛮好吃的。好了，现在去找哥哥吧。好像有人被袭击了。明明已经那样警告了深夜不要外出的，关于这事稍稍想咨询下你。好的，但是你是。虽然我是旅行者，但实际上是这职业的。这是侦探。是的，抱歉，我隐藏着自己的身份。我知道了，我有什么能协助你的吗？谢谢配合。那么昨晚你在做什么呢？我在读书，不知何时就睡着了。之后听到有人的安鸣就被吓醒了，然后我就把家门给锁上了。如果让狼进来就危险了。原来如此。那么你知道有关这镇上吸血鬼的传说吗？我不是很清楚。
我从父亲那里听说，好像是有这样的传说。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那一族已经灭绝了吧？如此，感谢你的配合。别客气，那么我就……这家伙看来不大会说谎。现在就到这儿吧，接着去问问妹妹吧。你好，我们能稍微聊一下吗？不要。不要吗？是吗？还在想。不过看来他已经很相信一飞了，我看待会儿一定会让一飞来问的吧。如果有什么需要的，我愿意配合你，谢谢你了。厨房门什么时候才会开呢？好在一啊，看来哥哥的房间没什么好调查的了，对付小孩还真困难。话说回来，好像从明年起侦探的正章设计就要换了，你果然用的假证件，真是经常换啊，好想有一个每次都能把证件做得一模一样的身手啊。也去问问那家伙吧。那家伙是指的谁呢？还是一样的话，我该去哪里找那家伙呢？副队长在里面呀，居然不理我。房间里好像多了一把剑，大剑。调查了，但什么反应都没有。是去图书馆吗？内容是手写的样子，有几页被撕掉。被撕掉的内容到底写了什么呢？这下该去哪儿调查了？不会要卡关了吧？队长在现场，怎么了？向荣明白一些事，所以来调查下，是吗？他不，卡罗尔·德雷达看上去是被匕首刺杀的。身上有多处被刺伤的痕迹。但是比起说伤口上没有什么出血的痕迹，还不如说是体内没有什么血了。那么墙上沾满的是那个啊，那些只是看上去像血的果汁而已。稍稍有些酸味，大概是爱情浆果吧。
尝过了吗？这样知道的更快点。队长啊，劝你还是不要什么都用舌头来确认。即使是毒药，我也是。好吧，还是不说这个了。关于狼有什么线索吗？关于狼，只是简单调查了一下，并没发现什么。倒不如说是根本察觉到动物的气息，有的只是小虫子什么的。如此，谢谢了。做个笔记吧。虽然有被刺的伤口，但伤口上几乎都没出血，所以血都去哪儿了呢？留下这些果汁是为了什么呢？不是为了伪造被刺杀的假象吗？这个很容易猜到吧。先存个档吧。再调查一下吧。一飞那家伙也应该找到什么了吧？真希望他真的找到什么。又找到了。人多了，谎言也跟着多了，真不可思议。饼干也受到了。那么做谎言吧。总感觉这么可爱的一飞说出物理上的揍他，感觉好违和啊。美味，虽然小了点。嗯，该做什么了呢？去看书吗？嗯嗯，是该去吃下字了。我有在好好工作，你当然是在说谎吧。打屁股的声音好耐感。升级了，该去哪儿了呢？镇上的确多了好多谎言，先全部解决掉吧。说的什么了呢？昨天有三人倒下了。谎言啊，不是只有情报商一个吗？先睡一下，恢复下体力。嗯，体力满了，这里调查完了。还是吃。没有你的份呢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没有你的份呢？这里什么都没有，虽不是来玩，但大多数的是团长和副团长都做了。没什么大问题的话，我们今天就能撤了吧？没有你的份了的意思，就是自我安慰了吗？明明有事可做，但说团长和副团长都做了，所以没事了，是这样的吧？又升级了，不错不错。不过这游戏的战斗都不重要的，再去睡个觉，恢复下体力吧。对了，去问问妹妹，毕竟控制力当时什么都没问到，不过一飞应该可以问到什么了。在散步吗？是的。是吗？但不要在很晚的时候瞎逛悠。同样的话去问妹妹了。哇啦，什么？妹妹居然不理一飞，那该去哪儿呢？厨房门还是锁着的。
喝个房间应该也没什么吧。那么是去图书馆了吗？大哥，喂。为阿为阿姆皮埃不对，为安皮阿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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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姆皮埃，果然还是算了吧，完全不会读阿乐。有照片，稍稍有些皱了。一个男子和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，背后写着什么，但看不懂。我可以拿走吗？爸爸拿走之前，就是我的东西吧，我先拿走吧。不想看书了，去别的地方了吧。皮妈，皮妈是什么意思？打屁股的声音吗？图书馆应该没什么好调查的了吧？去猫老师那里看看吧。蘑菇，什么？你也想吃吗？先选想吃的。是吗？但是啊，可以给你，不过告诉我和这个对等的情报才行用。情报。就是交易啊，交易。我拿出了东西，你也得拿出什么来才行。嗯，什么才好呢？这个吗？那么那家伙的弱点告诉我下吧。弱点，我想想，酒量不行，一喝就摇摇摆摆了。如此。还有他说过不喜欢吃辣的东西。原来如此。还有竟说谎话。这个我已经知道了。这就是说想办法把他叫出来，想办法让他喝酒吃辣的东西的话就能赢了。原来如此，姐姐真聪明。这个饼干就是你的报酬，谢谢了。好棒，竟然和小孩子一个水平的，看来的让他多学点东西才行了，居然被猫老师吐槽了。明明刚刚对李昂说能付工资就没什么的，看来猫老师也受不了了。牛奶茶镇是在哪儿呢？蘑菇蘑菇，我又胖了啊。不过一菲也啃了一手好爹啊，爸爸的弱点随便告诉别人真的可以吗？大哥，这上面写的什么呢？还不认识字吗？是的，虽还在学习中，但完全不会。是吗？那我稍稍教你一下吧。这个也要选？好吧，教我一下吧。好的，那么从哪儿开始呢？这是 down。原来是选问答啊，好的 ，down， 答对了。然后这个是 blueberry， 第三个 blueberry， 答对了。那么这个是 vampire， 第二个是 vampire， 全部都答对了，恭喜。太好了，有什么在意马上就去查一下，这样会比较好。自己去查比别人告诉你更容易记住哟。这个给你，这是你努力的奖励。是糖，谢谢了。你也是龙安。嗯，我们一样的，看到你幸福的样子我就安心了。胜的一飞，这是可爱啊。我呀，这里很危险，还是到其他地方去玩比较好。色的，接下来去找妹妹应该可以了吧。
哥哥还是刚刚说的话。一菲，妹妹终于说话了。呀，我们到外面玩好吗？外面，不要出这个房间。哥哥这么给我说的。是吗？那么我们聊天吧。好的。你一直都没出过这个房间吗？不是，只是在街上有人的时候才出去过。没人的时候，我也只能晚上散散步而已。为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哥哥他深夜经常出去。昨天深夜醒来的时候，看到哥哥到外面去了。妹妹，这可是重要线索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大哥，那照片是什么啊？这个啊，是在图书馆的书中找到的。这是我，另外这是我哥哥。什么？这样被你一说，虽有点看不清，但的确有些像李沁儿。这个背面写着什么？你能看懂吗？嗯，写的是我的名字，哥哥的名字，还有一人的杰尔，是我爸爸的名字吗？能识字，真好。哥哥明明说过没有留一张以前的照片的。哥哥在说谎吗？嗯，哥哥什么都不告诉我。和一菲聊天真的好开心。因为哥哥说我谁来了也不要说话。你什么都不要说，我也对李昂这样说过。我们一样的哟。嗯，话说今天外面吵吵闹闹的，发生了什么吗？你不知道吗？有人去世了，在昨晚。是吗？又有人。我有点困了，我们下次聊好吗？嗯，好的。妹妹好可怜，有一种被软禁的感觉。没办法，哥哥要保护妹妹才这么做的吧。那么接下来去哪儿呢？图书馆什么都没有，桌上留着帽子、情报商礼物。李昂不在家，猫老师他们就是自说自的。那去找谁才好了呢？队长不在犯罪现场了，是不是该去找他们了？
队长也是同样的话，那队长呢？嗯，你现在一个人吗？是的，是吗？你被那家伙做了什么了吗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人和龙一起行动是非常少见的哟。你对龙还是你自己相关的事知道多少呢？我不知道，我自己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是吗？那么我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事吧。哦，还有 CG 有脚，还有翅膀。你可以自由地把脚和翅膀变出来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太累了，形状也有些扁扁的。那么就是有些不安定了。这只是基本的能力，其实不需要什么其他特殊力量就可以了。这就是是否是龙的证据。吃得很香的样子，全部吃了也没关系喽。奇景这里的饼干真的很好吃。奇景的饼干，这里一菲所说的是日语的奇景，和饼干发音很像。龙也是有种类的，我印象中还没有同样种类的龙。你是？我是吃谎言的，虽能吃出味道，但如果不是谎言的话，是吃不饱肚子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又是一种特殊的龙啊。龙的出生一定有什么特殊的理由的。难道是爸爸是欺诈师，所以一飞才是食谎龙吗？我们虽然在调查这个，但还没什么结果。龙真的有这么多吗？是的，奇警队也保卫着有十几人的样子。保卫就是保护的意思。保护，刚刚不是说过龙和人一起生活是非常少见的。奇警队也是特殊的集团，和人一起协力工作的。所以我不太信赖人。龙的蛋，我们所知道的是大多是在人类面前突然就出现了。但是之后大多是被人以观赏品或作为奴隶收买，或是被人抢走。很过分，观赏品。为人工作，但又不被好好对待，这个意思能明白吗？我出生时就被当作观赏品关在笼子里的。但是后来被队长救出后，就加入奇警队伍。救出像布雷特一样被当作观赏品或奴隶的龙，也是我们的工作。为什么要这样对待龙？可能龙比较少有吧，
我们是龙，所以不太明白具体的原因是什么。所以像你这样相信一个人类并且一起行动的龙是非常罕见的。我不认为那家伙是值得信赖的人类。布雷特，如果你信任他，信任西奥伯尔德、里昂哈兹的话，我们是不会插手干预的。但是和人类一起行动和生活，最好是先做好觉悟。是指的不被欺负吗？这是其中之一，另外是寿命不同，龙正常生活的话是相当长寿的生物。所以它比你先去世的可能性是很高的，我也有过类似经验。所以如果你变一个人生活时，可以来找我们。那个时候我们将会代替他来保护你。我知道了，虽说聊比较伤感的话，不过到这一天应该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。到那天前，好好对待和他在一起每分每秒就好。嗯，我会好好对待爸爸的。大哥，刚刚那个西奥伯什么哈兹的是爸爸的名字吗？西奥伯尔德·里昂哈兹，他不会连真名都没告诉你吧？西奥伯尔德·里昂哈兹，感觉是很心痛的名字，谢谢你了。感觉说了很多了，多多加油吧。是叫爸爸吗？那家伙原来是被叫爸爸。我讨厌那家伙，我不怎么喜欢人类，但是如果你遇到了什么，我会帮助你的。怎么了？卧槽，又有选项又变坏了是吗？布雷特是刚刚说的那样，出生之时就被当作观赏品对待了，身体上还留着伤疤，想必是受到了一些拷问了吧。他即使是受到我们保护之后，也不太愿意打开自己的心扉，虽经过了很长的时间，但现在也是非常值得信赖的人了。队长你呢？我是出生了很久的龙了，这段时间曾有过很对我来说很珍惜的人，他是我以前的队长，虽记忆有些模糊了，我的蛋好像是在他面前出现的。他虽是女性，但非常勇敢，非常值得尊敬的人。但他寿命已到，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。但是我并不认为如果没遇到他会更好。如果没遇到他，我一定不会加入七警队的，也不会有对他敬爱的心了。所以一定要珍惜和你最重要的人在一起的时间，等失去之后就晚了。我知道了。对了，这个给你，我怎么吃这个？糖，谢谢队长了，让人不安有很多，是吧？如果你遇到了什么，就来找我们吧。
你在这里啊，小鬼。李昂，已经玩得差不多了吧？找到什么了吗？那个啊，这个这样的，还有，原来如此。这个照片还有，等下做个笔记吧。有了这个就可以了吧？要做什么呢？稍稍说下话，去和哥哥聊聊去。走吧。那个李昂，怎么了？李昂，你喜欢我吗？措手不及的狗粮啊！你说说我喜欢的三样东西吧。那个，钱、酒、女人，非常正确，我也是女人哟。你还是小孩。那么，你讨厌我吗？讨厌。惊讶。笨蛋，如果讨厌你的话，现在就不会带你走东闯西了。是吗？讨厌是说谎，那么就是喜欢我了。我也喜欢你。妈，这个也是谎言，到底是说谎还是什么吗？谎言的谎言的背面的后面的背面的谎言的背面的谎言的反对面，谎言的谎言的背面的。走吧，已经录了50分钟了，我想这一批就这里了吧。这一批虽然一开始是什么命案现场啊，还有哥哥和妹妹的一些悲伤的往事，但后面有内容满满的暖意。不管是队长和副队长的那段，还是最后一飞和李昂怒晒狗粮的那段，蛮温馨的。一飞这批到处被发糖，这种不怕生自来熟的性格和满嘴谎言的李昂，这种反差萌真的很不错，越来越喜欢一飞了。好了，这次就到这里吧，下一批再见。